痛雷伤声。余总，将军，你的眼睛在往哪儿看呢？哎，本来这个刘禅这个桃吃了，现在放拳，爽爽呢。现在干干干干，爽都不爽了。这真的是余总，真余总。一杀入魂，好的，这把真正好。哎，布林斯手里没有杀，全是闪。布林斯没有杀的，乱杀的，他的这个牌。庞统，你怎么把草花扔了？这庞统怎么把草花扔了呀？制衡又没有次数限制。杀！闪！神罗天真，再来！金，必斩如马下！神罗天真。原以这首云好，注意心安。杀！他太多了。放拳，小胖子。雷杀，闪。手牌一个九点的闪。放拳，小胖子，很关键。那你自己把张飞捅了，张飞手里一个明闪。杀，闪，杀。就算是明闪也是，其实也是放给我。桃园一败，此生岂无人乎？无憾。雷杀！我蜀汉岂无人乎？哇，强，强！还有这一招。腾云跨风，飞升太虚。嗯，
安魂定心，脾虚善胃，九霄流线一发入魂，铁锁连环。这句我好像都没人没有被人杀过。快来，爷们儿，起个杀！火杀！咦，真有，真有！
赵云这么多陪你打个游戏啊？哎，贾诩要保就要，我想想要不要保、啊？哎，真很难保啊，保个贾诩的话。铁锁连环，无中生有，雷杀。拿下了，老天不助我袁家呀，复我大位。死生存亡，兵精粮足，守土一方。哦，那个中秋礼盒还能开礼爵了。过河拆桥，他不会牵手牌吧？杀！这个牌倒是可以拆一下简易，因为战八是受借刀杀人影响的。就拆装备的话，同样这两个装备可以拆简易。纵有千军万马，离心则难成。我方前方高能，我方有一个魏家雪。我看到这个将一旦是队友，就觉得难打了。哎，这两人同时掉血，好像他是给左慈拼点草人。哦。可否替我赴约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！火杀！啥玩意儿？杀！你不蹲坑，你就是挨决斗的吗？魏家喜弱鸡，那你起床干什么呢？乐不思蜀。你先把香香乐了，香香是个前置尾一条反贼的人，虽然我也是个反，你总归乐前面的。过河拆桥。今日之夜，
树某不能前往。哎，曹仁怎么不打无懈啊？化守为攻啊！哦，对，他要给自己打无懈。哇，这思路。睡我一杀二。夫君，身体要紧。嗯。解锁连环。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。抽奖哦！杀！闪！眼之所见，皆为幻象。无中生有。谢谢小眼的666。九新甲水皮肤。杀！真的是个凡。抒情波弦，悠然自得。主持可能是。准备送了吧、哦、他这配也太差了，送也白送。止兵止战，休养。对，先生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你第一回合出于左慈底跳反的情况之下，可以尊重人家去帮他一下，睡是要睡明的。现在贾诩待会给一个人上线的话，给贾诩上线去吧，这样现在可以一直睡觉了。坚壁清野，以挫敌锐。顺手牵羊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局游戏贾诩好像有点用了。他对曹仁使用过两次锦囊，这两次锦囊曹仁都不能使用，都不能使用无懈可击响应。来睡嵇康吧，待会给上线给嵇康去。这睡起来太爽了。桃园结义。嗯，睡嵇康去。借刀杀人，看我的。给你们看一下魏贾诩技能啊，这个武将基本上都没技能，基本上是个白板。我这局游戏倒是还有点有那么一点用了。什么？虽然咱们现在优，但你别玩树好不好？他好，我也好。寄情于情，合于天地。凡俗琐事，你的不再牵扰。亲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杀！这局刘表第一回合玩掉两个桃子，再无王土。对，玩掉两个桃子。追梦。抒情波弦，悠然自得。寄情于情，合于天地。乐不思蜀。雷杀。闪。
残蛮入侵。青儿迎着圣堂，风月如酒一觞，有人已经与我吟唱，却还要我等，纵马白衣上年郎。残菊停在江上，思绪欲盖弥彰，可否替我赴约？杀，死罪可免，国罪难赦。嵇康，君得济大统，则我可安享晚年。无中生有，他这写先嘲讽、啊、嗯，安姐，今日之夜树某不能前往。蔡思雄是吧？蔡思雄就好办。杀。加不到，今天应该要礼物收到才加不。乐不思蜀，饮鞭断流水，也能断情长。前尘往事，何必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。抚琴拨弦，现在的武将好不好？哦，好，我现在玩的是一个，嗯，许氏可能有点复杂。熊还是没那个雌雄，然后翻了一个，翻了这样都能翻两个对子。刘备了，空心球，上次有人开个好招，几个没开出来 ，N 个没开出来，我不开了。没有保底的像不开了，像我这种这么飞的。准备好，左边64,右边42,好的，待会儿教你们左边做人。我很久没开皮肤包了。好招开了3000多块出来哦，我是不开了。不过好招确实我挺想要的。火攻，排下去，然后吃个桃。猜谁？我、哦、有刘备，刘备。我帮你杀他啊！我帮你杀他。啊，这我都看不下去了。流氓啊！不是我为什么想玩好招？因为我想去报复，怎么这不能叫报复？去那个去治理，去治理那个谁？神曹操啊，细子才啊，这种回合外特牌特别多的那种。我这样烧很亏啊，又觉醒不了，不扫了。过河拆桥，九雷杀，伤楼啊，休想全身而退！伤楼啊！哎，张飞，你下回合不能觉醒的啊！
哦，好好好。他是下个回合回到上回合结束阶段的体力值，结束上回合结束后的体力值，所以张飞下一轮不能觉醒的，不是觉醒是回一血，回两血。啊，这个局我还是心系主中一点的，感觉这刘备好可怜啊。哎，那我这么说的话，我是不是用了一个流氓去治理，去打另外的流氓？好像我还是流氓。征战辛苦，请休息吧。被迷糊死的时候是怎么牌？连大乔只能打被迷糊一血，我这么打是能保被迷糊稳死，因为我怕被迷糊不死，所以我刚才烧了自己。如果我是一血的话，我刚才可以烧两个人，烧自己和大乔。
火攻。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，也曾指尖踏出盛夏，以德服人。汝等也难平胸中之恨。你回一些，我抱你一些，就这么打吧。乐不思蜀。乐不思蜀。你是大乔。乐不思蜀。你是大乔，那你趁乐了我的时候赶紧仁德我回血啊，趁乐给牌啊。那马车都扔了。我也不要擅自打你了，擅自留着不安全，我单烧你吧。回血啊，你这个黑沙都可以跟着我回血啊。借刀杀人。蜀将何在？我杀。奸贼，还我父亲命来。这就是桃源吗？